要吃了，他的嘞，吃个什么？啊，我说行了，那么这样是不怕吃垃圾了啊？对啊。你要吃个什么？你先去这边，等我回去。打我这个路都没有对接呢，也是太拥挤。没有。我走过来啊。下次来再说。有屁爬了没有？爬了了，我不懂嘛。Thank you.